箴言第二十章。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。凡因酒错误的，就无智慧。王的威吓如同狮子吼叫，惹动他怒的是自害己命。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，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人心怀藏谋略，好像深水，唯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。人多述说自己的仁慈，但忠信人谁能遇着呢？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驱散诸恶。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净了我的罪？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不要贪睡，免致贫穷，眼要睁开，你就吃饱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及至买去，他便自夸。有金子和许多珍珠，唯有知识的嘴，乃为贵重的珍宝。谁为生人作保，就拿谁的衣服；谁为外人作保，谁就要承担。以虚谎而得的食物，人觉甘甜，但后来他的口必充满尘沙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，打仗要凭智谋。往来传舌的，泄露密事，大张嘴的，不可与他结交。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变为漆黑的黑暗。起初素德的产业，终究却不为福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诡诈的天平也为不善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？人冒失说这是圣物，许愿之后才查问，就是自陷网罗。智慧的王跛散恶人，用鹿毒滚压他们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。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，也因仁慈立稳。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，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，责打能入人的心腹。第二十一章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，随意流转。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行仁义公平，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恶人发达，眼高心傲，这乃是罪。殷勤筹划的，足智丰裕；行事急躁的，都必缺乏。
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，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乃是正直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恶人的心乐人受祸，他眼并不连续邻舍。懈慢的人受刑罚，愚蒙的人就得智慧，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。一人思想恶人的家，知道恶人倾倒，必致灭亡。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，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。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。秉公行义使一人喜乐，使作孽的人败坏。迷离通达道路的，必住在阴魂的会中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，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。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。宁可住在旷野，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。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，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。追求公义仁慈的，就寻得生命、公义和尊荣。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墙，倾覆他所倚靠的坚垒。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心骄气傲的人名叫懈慢，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，因为他手不肯做工。有终日贪得无厌的，一人施舍而不吝惜。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，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？做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恶人脸无羞耻，正直人行事坚定。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第二十二章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富户穷人在世相遇，都为耶和华所造。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，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。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撒罪孽的必收灾祸，他惩怒的杖也必废掉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赶出懈慢人，争端就消除，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。
喜爱清心的人，因他嘴上的恩言，王必与他为友。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，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。懒惰人说，外头有狮子，我在街上就必被杀。淫妇的口为深坑，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欺压贫穷为要利己的，并送礼与富户的，都必缺乏。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，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。谋略和知识的美事，我岂没有写给你吗？要使你知道真言的实理，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。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。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。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？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第二十三章。你若与官长坐席，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。你若是贪食的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，不可贪恋他的美食，因为是哄人的食物。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长自己的聪明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，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。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，免下阴间。我儿，你心若存智慧，我的心也甚欢喜。你的嘴若说正直话，我的心肠也必快乐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至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
好饮酒的、好吃肉的，不要与他们来往。因为好酒贪食的，必致贫穷；好睡觉的，必穿破烂衣服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，你母亲老了，也不可藐视她。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你要使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我儿，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窄井。她埋伏好像强盗，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。谁有祸患，谁有忧愁，谁有争斗，谁有哀叹，谁无故受伤，谁眼目红赤。就是那流连饮酒、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，酒发红在杯中闪烁，你不可观看。虽然下咽舒畅，终究是咬你如蛇，刺你如毒蛇。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，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。你必像躺在海中，或像卧在桅杆上。你必说，人打我，我却未受伤；人鞭打我，我竟不觉得。我几时清醒，我仍去寻酒。